我是你的粉丝儿，先谢呢？抓我！我操你猴！哎，那这疑点就更多了。都狂热粉丝了，还能不知道这个作家就是自己的校友吗？那知道是校友，但是从来不提，又是为啥呢？这剧情整的是一个脑袋两个大呀！疑点就留到后边咱们一块揭晓吧。行，那么这期就到这儿了，我是刘老师。再见。一 A 平里走。走位，一 A， 再 A， 平 A， 平 A， 闪现平 A， 点烟，你他妈晃什么晃？我在这晃晃晃晃晃，还回头，天灵盖给你敲了，还跟我俩搁这晃上了。这波不够买药光的挺难受啊，回家。모든상황에대비해。哎，别问，问了也不告你，别问。실수에서배우는법이지问什么？别问，什么也别问啊，什么也别问，别问，问了也不跟你说。你等我升个三，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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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그게전부냐好学个抠这边有很大的可能性他要来这个草丛里边，我们小心点，这个佛爷哥先扣一下，打他个海主。一 A 平 A W 左链，平 A 接双扣往前拉，平 A 平 A 往前卡他背，平 A 平 A 平 A 一扣死，卡他闪现的位置。穿了。还能吃手塔皮，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우주류풍수再见，我溜了。四百五加七百等于多少钱？千万别来厕所找我啊，刚刚好。别问啊，别问，谁也别问，我看谁敢问。制造经验就行。저기더많았으면좋았을텐데
先来个死刑，我们再来个耀光。伊克瓦斯，他居然升了，这升的我没想到啊，但是没什么用。来，再次塔皮。哎呀啦！来个燃烧宝石，配个小药吧。我就说这怎么没有玩建模的呢？这么长时间打上路没见一个建模，终于来建模了。嗯，来建模了，咱就来个猴。有 double Q， 我给你来一棍儿。杀杀杀杀杀杀杀！跑什么？你死了？没关系，我给你复仇。这建模干啥呢？建模啊？啥意思？建模？哎呀，我的人头啊！佛爷哥咱就不杀了啊，佛爷哥我不杀了，我这上路兵再不去不行了。我得回上路收我的兵了。哎呀，打个眼儿，控一波线，建模下去了，不控了。不过这猴推线真慢呐。别的我不需要，我就希望这设计师加强一下猴的推线能力。跟谁推的差不多呢？跟鳄鱼推的差不多就行。推线太慢了。而且推完就得回家，你看血可少了，建模心态爆炸了，他们可爱心态爆炸了，我发现他们的心态也不太行。再往下走，欧欧欧来了，我跳弹没有佛爷哥好，我们撤。来个三项，好挺快呀，潘森换路了。换路有啥用啊，你这玩意儿连大招都没有，你过来跟我对象啊。
玩呢、啊、哥，我的哥，你是不是感觉你能走啊兄弟啊，你是不是觉得踩完我你可以撤退，那是不是你那个盾牌只能给我反着举，谁去了？佛爷哥在那儿呢，我没看见佛爷哥，我默认他没去，所以我决定现在还是推一波线。打你个蛤蟆！打你个三郎！给你留一个。哎，抠一下，算了。回家出装呗，我去下路了，再见。적을처치했습니다先杀一个，嘿，곧포탑방패가사라집니다，漂亮，100块钱。더어려운일없어去中路吃个小塔皮，还有10秒钟，可以吃一层。好，吃一层我们撤，无敌了，变大了呀！这会儿看下路看的，给我1000块，给我看没了。哎呀，我服了。我服完了，好闪现啊！呀吼！哼，给我欧欧欧了，我给忘了。哎呀，给我1000，给我看没了，有点烦。但是这波小龙你们拿不掉。哦，这个进出的饮血剑，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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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打得挺快呀、啊！你们在，这控制有点多呀。弄的我没让我动啊，没让我动，哎呀可恶啊，完了兄弟们，虽然你们都是换的，但有点一个一个送了我们，这样这不行啊，这得稳一下，这不行，这不对劲。先来打个红水银血，因为对面是全 AD 的，我寻思水银血也没啥用，他也没啥太多的控制，上面水银血死得更快，没用。
好闪！哦哦哦！还自己下来了，该你们葫芦娃了啊！该你们葫芦娃了，准备一下。哎呀，这一枪！狂风之力，寡妇大招差几秒，好了。哎呦，这样子跑了，金克斯！白丽，再来个红宝石，出个蟹手扛不住，十七分钟谁也扛不住，十七分钟没有能扛住的人，所有的英雄都得装备一步一步来，他才能扛得住。干哈呢？心机呀、啊！这是干什么呢？这是。这他妈杀个人怎么那么费劲啊？不杀，杀一个闪一个，操！装备也不知道装些什么东西，不杀，打工人了，全是交月的人头，交月一下收了五六个，有个兄弟说让我出蟹手，然后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这个能不能出蟹手，能，其实可以出蟹手，能不能出，能，但是我觉得他们不配让我出蟹手，所以我决定还是不出。小龙可以，风龙魂，그게전부냐？1200差400，上路收波兵。不过这把死的确实有点多了，从哪一波开始呢？从那个 OOO 杀了我1000那波开始。死完以后去下路又死一波，然后就开始一直死，就开始无限干，有点停不下来了。1200，差70。回家出黑切，黑切蟹手加个春哥，完了，1000没了。又一个1000，谁？
扒了个巴子，福杰哥跑这么快，为啥跑得这么快呀？为什么跑得都比我快呀？啊？那福杰哥370，我一个400多的396追不上。你再殴我一下。完了！哎呀，我的天！回家吧。哦哦哦，要来了！我不出谢手了，不是谢手啊，我不出春哥了，我决定出个板甲。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이더많았으면좋았을텐데와우这 ADC 一个人敢在这里玩儿，跑的是真快。狂风之力加闪现，没事，下边他啥也没有。你来，这个咱就不要了啊，我都有了。咦，你是不是在这儿呢？面包师。396移速，那是一定的。这个移动速度其实很低，那皎月都409。三项这点移速，啥也不够用。哎呀，殴我！还殴不殴？给我杀！回血，他有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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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点点，该死了，差一内内。呀，小龙，哎，上条龙不是我们家的吗？上条龙是对面的呀。上条龙居然是对面的，白帝，白帝，您也太笨了，完了，两条龙了。一把脆呀！死了一个佛爷哥，我们全死了，不应该呀！还好这大龙是没有，要是有大龙就坏了。可以下一把了，那倒不用，那倒不用。那倒不至于。能不能掉点血，妹妹？可以。只是让他们稍微打回来一点。
其实一直我们跟他们除了这剑魔基本上都是五五开的呀，上条龙是我们家的呀，啊，那行那行，我需要一个蟹手，等会儿啊，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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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行了，走走走走走，这样就不行了，别着急，着急推能行吗？这是咋死的？你们这是疯了是吧？啊，是不疯了？这么敢越？ADC 也疯了，跟着往里进塔，要先杀对面 AD。 那个 ADC 上一波交没交闪，有没人看见？你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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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上，没事，打个红，来个红，快点打个红，撤，春哥2800，多查点针眼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地图上的针眼有多少个。打游戏视野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呢玩的时候多买点针眼。把我的假猴给我打死了，太吓人了，剑魔就杀了呗，这剑魔剑魔啥也没有啊，大龙，大龙直接推，推不了，推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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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个春哥。哎，我说出什么来？出板甲哈，星石15加蟹手，星石15加蟹手，我们是三项15加蟹手，行不行？往我这儿走啊！我给你打，真他妈的肉！上个劲。上个劲可以上。哎呦，我们俩一拍即合啊！给我杀，拿下！我们俩一个眼神勾流，我跟他交越，直接一手眼神勾流。拿下，气！他点了一个信号啊，我就知道这小子要干什么。这交越。